大家好，我是 Runny， 很开心又跟你们见面啦。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减肥。那说到减肥呢，我想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首先是因为夏天来了，其次呢是因为大家都想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身材。我对这一次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是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瘦子，所以呢我非常想跟大家一起沟通探讨一些减肥的有关减肥的一些资讯。我也很荣幸来到了马尔代夫，所以呢能在这么美丽的一个环境下跟大家一起探讨减肥，而且我今天的这个环境非常非常适合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你在海滩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都穿着比基尼，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减肥。OK，首先呢我们就先聊一聊平时我们应该如何的保持身材。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保持好的身材不吃咯，只有不吃才能够瘦，但是呢经常会说算了，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或者是不差这一顿啦，我们今天吃完明天再减啦，等等等等。那我个人呢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不要去节食减肥的。首先我觉得早餐真的是一定一定要吃，晚上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要少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去吃大鱼大肉那些很油腻的东西。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可以在中午就把它吃掉，而你建议大家晚上的时候哪怕是有饭局，吃的上面你要减少。叫瘦中带着美，是因为你的身材，因为每个人的身高啊比例啊也都不一样，通过你自己的身材去锻炼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身形，那才叫美，并不是说瘦就是美。那在平常的运动方面呢，比如说简单的慢跑啊，但是我是一个急性子，我比较喜欢快跑，而且可以迅速的燃烧我的脂肪。我除了跑步之外，我还会去做一些健身，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仰卧起坐呀、器械呀，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比较忙比较晚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在健身房里面运动。而且我最喜欢的一项是游泳，因为我觉得跑步真的好累，要每次如果是50米的话，我至少一口气要来回，算起来来回一趟的话我要10趟，也就是说20次的往返是一口气的。这样的话你要把你的体能拉到最高，拉到你自己觉得有一点点吃力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起到一些瘦身的效果、健身的效果，包括体能提升的一个效果。所以呢 Runny 也是倡导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当然不能让自己的体力透支，而是说在自己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体能的训练。那 Runny 这里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现在屋内都有室内的攀岩，对于臂力啊跟腿力都是很好的一种练习。然后呢还有一些像器械呀、健身呢，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了。下面呢我就来说一说饮食的搭配。若你觉得早餐的时候呢，我经常会喝一些牛奶，配一些就是我们在超市里经常可以买到的燕麦也好啊，然后那种什么小饼干也好，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吃一些培根呢，其实培根来说也是油性比较高的，可是我是一个肉食动物，如果说我不吃肉的话我真的会疯掉的，如果一天我不吃肉的话我真的真的会疯掉的。因为我曾经试过就是只去尝试去吃素食，但是我真的快要疯掉了，我的胃酸就不停地在往上反，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不会强迫我自己去说 OK 你要减肥那你就什么肉啊都不能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每一天需要的一些能量都是均衡的，我们要摄取的适量才是健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晚餐的时候
可以去吃一些素食，在午餐跟早餐的时候，若你可以这样讲，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去吃什么。只要你在工作之余，哪怕抽出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不要在家里看电视，不要在家里看电影，出去慢走一下，哪怕跟朋友散散步，天气良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我们约一个周末出去爬山也好，慢跑也好，我们去健身房，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每一周哪怕一次，对于你身体的运动，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身材。所以Ronnie建议大家要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运动，这样不仅能给你一个好的身材，还能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OK， 接下来呢，很多朋友可能说了，那我可不可以借助一些减肥产品？ Ronnie 从8岁开始学习舞蹈，我在学习舞蹈的我的从小到大的同学里面，我不算是最瘦的一个，包括现在我也不是最瘦的，哪怕不是学舞蹈的朋友，我也不是最瘦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药。首先，我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我会认为那些东西它会正规吗？这是第一。二，它会不会对我造成身体伤害？第三，激素问题。有些朋友会跟我说，他吃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出现口渴，心情不好，郁闷烦躁，你可能一个星期瘦了7-8斤。我是想跟大家说，减肥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的，也想跟大家说，见效快的都是有害你健康的。所以 Ronnie 建议大家，以健康为主，美丽为辅。因为我相信你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一定会很美丽的，你也将会越来越美丽。所以这一期的减肥 Ronnie 跟大家也不光说是如何减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减肥意识。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一次 Ronnie 给大家分享的视频，也可以在我的微博、我的 Instagram 上面跟我一起交流。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哦，对了，给大家看一些美景。